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明星互动模仿秀《天下无双》。再次用热烈掌声要欢迎我们的杨钰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她曾经是上世纪所有宅男一起追过的女孩，被誉为华语乐坛甜歌天后、玉女掌门人。如今，杨钰莹执掌《天下无双》，再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。我是主持人杨钰莹。本期《天下无双》，杨钰莹再次变身歌手，用经典歌曲再次让我们重温那个时代。